我回来了。饭再等会儿啊，我今天也回来晚了，你去看看小雨的作业写得怎么样了。吃饭了。你还在看电视？我不是说让你去看看小雨吗？马上马上。什么马上？你看看你回来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，孩子也不管，什么心都不操。你说家里的事儿你管过什么？吵吵什么呀，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结婚之前你那么温柔的一个人，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？我为什么不温柔了？结婚前我只需要照顾好自己，结婚后我不仅要上班，还要洗衣服做饭带孩子，管理孩子学习，参加孩子各种活动，双方父母嘘寒问暖，人情礼节，还有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杂事，却从我最爱的人那里得不到一点理解。